界面九月份的营收9亿多元，年增132%，月减9%。第三季两岸厂区都拉升到了满载，单季渴望转亏为盈，第四季接单畅旺，渴望优于2013年第四季的表现。主力客户包括了华硕和 Sony 以及大陆的手机品牌等等的业者。